我的朋友、介绍我讲说，现在在 Penang 也吃得到越南回安正宗的鸡饭，走，我们今天就去 try 看看。你们来到这里就很像真的是来到了越南的回安，然后这里也有很多拍照打卡区域。这个是四人份的，它里面其实有一人份、两人份跟四人份，点这个最大 set 的。它这里有分手撕、白斩鸡跟这个 gear 的。它这一 set 就除了有这个类，还有汤，然后还有这个饭。它这个饭不是黄姜饭，是越南黄米。先 try 它的这个吧，刚刚老板讲说要配这个 fish sauce。它长得是不是很甜？它肉很香哎，它不会很柴。它我不是用本地的那一种干崩鸡，他们是走地鸡。对，我 try 看这个配跟它的饭一起吃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它这饭是越南香料煮的，它饭很香，那吃起来它不会腻。原来鸡饭吃起来会腻，那这个不会，很好吃。接下来 try 这个白斩鸡鸡腿，它很嫩。这是他们 grill 的，比较不一样一点。我觉得还比起其他的还要更干一点，可是它都有一个蒜头香，就蛮香的。它这是鸡汤吧，喝到那个姜味，很暖胃，很爽。它这里其实还有给很多这些他们的小配菜，有这个越南的金鸡，类似金鸡这样子的，就你吃了不会这样腻，你可以配着这样子吃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鸡的肚子的蛋哦，不是它的睾丸。try 看，我是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啊。它很像是在吃蛋黄，可是它不会像那种蛋黄这样粘到你整个嘴巴那种咯哩咯哩的感觉，还可以接受。他们点它的 set 的话呢，它还会有给这个茶，不太会喝，可是很解腻。这也是有这个馍一人份的，还会配跟这个 salad 还有鸡肉一起。我吃到一个鸡的鲜甜味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的馍是用这个鸡汤熬的，所以它有多了一个鸡的鲜味。他们讲说这是越南的经典的早餐，这应该是辣椒酱跟一个导游，那吃法也是跟这里吃那个面包一样，要沾。我那边听不听得到，可是它很脆，它咬下去它就咔嚓咔嚓。然后这个就是如果你们不要吃饭，不要吃粥，他们还有炒面，这是新推出的，第一次。感觉味道有点像蘑菇汤。可是它的椰浆香味会更加重一点，咬下去它就断掉了，那比较软一点的。来到这里还可以 order 这个越南咖啡，还有这个 coconut。